兄弟们，今天这组109级的五开，号主说他竟然是白嫖来的。咱就不说别的，这大眼鹿浪淘沙，九尾冰狐浪淘沙，这能白嫖过来吗？这怎么嫖的呢？教教我。做个介绍，这组号来自无以伦比青花瓷，非常火的服务器。它的组合里面带了个东海渊，东海渊只能升到109。据号主说，东海渊也挺强的。那我们一起封腰，看一下它的火力输出究竟是什么样子。至于说一开始的问题，这组号是怎么白嫖来的，那只能说炮品实在是太好了。号主在2015年的时候出了一个130，出零176的项链，当然还有几个蓝字无级别限制。OK， 一个普通腰，看一下火力输出究竟怎么样。封腰的时候我并不知道这组号的须弥是什么样子，但是冲他带的这头神牛，我觉得须弥应该质量不差。那 OK， 整组号都是打过服的，我们一起看一下火力输出。这组号第一次操作有点慢，大家见谅一下。无底洞的负秒1400多，第二个普陀山也是1400多，怪不得大家都说无底洞和普陀山是109级最强的输出的。那须弥先出手，后面是神木林，神木林1023，接着下一个看一下神牛，直接秒四1000多，还来了个法莲，可以。这个凌波城出手，我们看一下，600、2000、3500、3700、3000多，还可以啊。东海渊1700、1800，第二回合东海渊应该可以秒四，但是怪物的话已经没有那么多了。封腰数据怎么说呢？还行，但是它的火力输出的话，其实不够集中。我们再看一下第二回合，无底洞再加上普陀山，这两个应该可以飞怪了，可以。还有最后一个怪，这须弥的话2000多，神木林1985，神木这不如须弥啊，大雷真的是太慢了。凌波城猎石，再来一个东海渊 ，OK， 2000多，战斗结束。其实可以看得出来，除了配速，这伤害都是溢出的。东海渊的话数据还可以。接着主要是环着任务已经没有了，我们只能抓个大鬼，看一下大鬼的数据是个什么样子的。宝宝的话全部换成了公宠，两个黄金鬼将确实比较帅。我个人感觉这组号一回合大鬼的话是比较费劲的，但是这种双抗的话应该差不多。那一起看一下，在普陀山出手1448，他是没有地府的，神木林1100、1200是打过符的属性。再来凌波城，我们用的翻江搅海，2700、2400、2500、2600，没有2600、2700。东海渊还没有出手，这速度是略慢了点。看一下东海渊的输出，1700、2000。东海渊的输出确实可以啊，但是感觉不如再来个无底洞。黄金鬼将确实是够猛，2000多、4000多直接暴毙，这呵呵还挺好玩。OK， 战斗结束，主要带个凌波城，这轻小怪是很轻松的。老规矩，我们飞到西凉女国，走到菊花台。这组号是无底洞加神木林加凌波城加东海渊，再来个普陀山。这种组合在装备和宝宝硬件都 OK 的情况下，感觉他杀个三星问题应该不大。那我们一起看一下修炼，看一下修炼底子是个什么样子的。三个特技，修炼的话无底洞人修满，宝宝修四个时期，这全部拉满了。再看一下第二个号神木林，颜值担当，修炼的话全部都满。第三个凌波城，凌波城的话是个浪淘沙，修炼是三修时期，再加上三个时期一个13。东海渊，东海的修炼稍微差了一点点，但是15的话也是足够用的。普陀山修炼的话三修时期，宝宝修17、15，这完全足够用的呀。OK， 我们再回到人物的面板，看一下无底洞的面板，915点敏捷，但是气血是6357，没有带固上腰带。金青的鞋子再加上愤怒腰带，武器是一把永不磨损加耐力，这个符打得挺满呀。再看一下衣服，耐敏双加21点敏捷，头盔罗汉金钟，项链的话是个水清爵，这样的装备。再看一下前排灵饰，固伤伤害治疗打了4段，下边的话戒指固伤伤害治疗一模一样。后排是双防御，再加上个双防御，再加一法防，这个人物的面板非常的足，装备也是搭配没啥问题。再看一下地质须弥，这须弥怎么感觉配不上这组号呀？高魔、高波、第一法爆，还打了速度天赋，那这感知套子没什么问题，但是体质加的太多了呀，竟然还有一层的催心浪。再看一下公宝宝，这个化魂带感知的一个连扇，善恶有报的套装，
雪宫连扇，这种连扇的话吃出了加号，资质的话挺不错，还可以还可以，毕竟是白色的画魂嘛。那再看一下第二个号神木林，九尾冰狐颜值担当，还有光芒的水云龟，人物的面板6500的气血，再加上423的速度，1319的防御，法伤打伏的情况下是接近1600，这个人物的属性支撑的非常到位啊，非常的高，可以说法爆等级是 5.25%。 再看一下装备，装备的话五件套子，金青加林鹤的靴子，愤怒林鹤腰带，489体魔双加，这是专用吗？再看一下衣服，时段的耐磨双加林鹤套装，这个衣服也非常的不错呀。再看一下头盔，精致琴音三叠，再加上林鹤打了9段的太阳石，这个也 OK， 一条满离的林鹤项链，这个项链也 OK， 装备我是挑不出来啥问题的。再看一下林氏，这林氏的话就非常非常的普通了呀，法伤加法包的混搭，这种是性价比非常高。我朝这个后排三属性后排，怪不得他的人物的防御气血堆得这么足。那再看一下宝宝黄金鬼将，我们先看神牛，法系神牛的话这个没什么介绍的，今天我测试了一下，这种神牛在18个回合左右它就可以达到满屏的地狱烈火，在多回合的战斗任务中神牛的表现还是相当可以的。全力一只胡不归抓鬼用的。再看一下黄金大鬼将，1555的工资，这攻击是2000，血是4000，力劈华山套装，这非常的不错。黄金大鬼将109级的梦，下一个号林波城4800的气血，伤害打完符是1870，速度424。这个林波城的速度还是非常好调整的，因为他现在用的是血腰带。再看一下装备，碎星诀打了93点速度，碎星的血腰带伤害在不计算耐力的情况下是539.6。立体双加的衣服，这个扶持是耐久度不够了。碎星套装这个比较常规。再看一下项链，野兽之力自带野兽。前排的话，伤害加物爆3段，伤害加物爆防御位，这样的前排便宜又好用，但是也就是比较普通吧。接下来再看一下宝宝黄金大鬼将，我们先看须弥，白色的画魂，高波低爆，再加上高级魔之星的套装。老板，这组号的须弥配不上你的号呀，该换了呀。再看一下黄金大鬼将，这哎不是连扇，高必杀的套装，不过资质的话还是可以的。再看一下第四个号董海渊，5400的气血，365点速度，1469点法伤，这个法伤的话有点低啊，不过还好董海渊的话他是比较巨伤的，因为第一回合只能秒三。常规的葫芦宝贝套装，再加上血腰带，体魔双加的武器，429伤害。再看一下衣服，耐磨双加，头盔葫芦宝贝套装，项链212灵力打了8段。再看一下前排，法伤位的法伤加法爆60级的，60级的属性会差很多，防御位法伤加法爆。后排的话气血防御加格挡，下边也是气血防御加格挡。再看一下东海云的宝宝，白色的画魂，看一下技能，高魔心低爆，再加上感知套装，没有敏捷，速度的话269略低啊。雪宫的话是个耐连扇的鬼子，这个鬼子天地应该是好用的，但是套装的话死亡召唤，这个套装让我不太理解，死亡召唤它有什么用呢？不过这个吸血鬼的资质技能都是比较 OK 的，还有征锋加20%满征锋。 OK， 我们再看一下最后一个号普陀山，普陀山的话5900的气血，838点敏捷，这个敏捷点数略低哦。鞋子是金青的70级金青鞋子，备用的话都很普通。再看一下愤怒腰带，永不磨损加光辉的一把武器，提敏双加的衣服，头盔是个水清爵的头盔，项链的话常规的4孔加吸血。再看一下前排，伤害治疗再加上固伤伤害治疗，这前排的话都比较中规中矩，后排也 OK。 最后一只须弥，高魔心低法爆感知的套装，速度的话依旧是低。工宠的话是个幽灵娃娃，但是并不是连扇的，是高级偷袭的套装，109级，有那么难吗？五个宝宝全是血攻，感觉并不是那么必要，反正在青花瓷抢地煞应该不是那么容易抢的。不过最后我是真的羡慕号主这个人品，又是无级别项链，又是超级神兔的，怪不得这组号九尾冰狐这浪淘沙什么的满底子都可以白嫖。对，神木林还有2件百套的套装，而且在神木林的身上这么多的东西，我擦，简直是密密麻麻，真的我感觉玩的不是一个游戏。那好吧，视频最后我只想说8个字，狗拖当道，民不聊生。
这种狗驼下次让我来当吧，我愿意挨大家的骂。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下期视频我们再见，拜拜。